我们今天五位帅气美丽的来宾的面庞啊。今天我们在英雄联盟的手游的小年夜的聚会当中呢，要和大家迎接新的一波我们龙年的福利，因为大家都非常期待啊，不仅期待春节，也期待我们英雄联盟手游新的升级、新的版本、新的英雄、新的皮肤。没错了，那在这里呢，首先先跟大家拜个早年。这边同学们聊天声音可以稍微小一点点，因为大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已经不想上班了，因为年味越来越近。今天呢正好就是我们的小年夜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和大家迎来了我们英雄联盟手游史上最强版本。为什么说它是最强版本呢？因为 5.0 龙年的新春特别版呢，给大家带来刚刚有介绍啊，新的英雄，有新的皮肤，而且会给大家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福利不停，一直给大家发福利，所以只要你待的时间够久，今天福利都会通通属于你。然后今天呢，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小看了一眼哈，我们有非常大家期待的五位来宾，所以马上为大家介绍我们英雄联盟手游的五位忠实玩家。首先呢，是我们英雄联盟手游品牌的代言人赵露思，欢迎露思。呜呼，好美哦。Hello， 各位师们大家好，我是露思。很开心啊，今天很特别的一天，今天是小年夜，希望今天在小年夜能够跟大家一起驰骋峡谷。哇，大家快点在屏幕上弹幕上把你对露思的爱表达出来哈。然后今天我们有个很特别的方式啊，接下来另外四位来宾都是我们露思的这个峡谷中的好友，那就请你来介绍一下我们另外特别邀请到的四位嘉宾，好不好？好呀 ，OK 了泽啊 ，OK 了 ，OK 了 ，OK 了姐 ，OK 了泽，介绍一下自己 ，OK 了。大家好，我是陈泽。欢迎陈泽，好单调，简单点嘛，好单调。那你给他一个那个 title 好不好？啊，陈泽的 title 是什么？我哈尔滨五 A 景区知名朋友，知名朋友。OK 了，兄弟们啊 ，OK 了，老铁们。弹幕也欢迎一波我们陈泽啊，欢迎欢迎陈泽。然后下一位就是我们这里厨艺最好的秋金老师。小安小安，大家好，我是安秋金啊，平平安安记得按时吃饭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欢迎欢迎秋金。那下一位呢？下一位就是我们的奥瑞鹏老师了。老师好，老师。大家好，我是敖瑞鹏，帅帅帅啊！敖瑞鹏是露思经常你们一起在峡谷开黑，是不是？是的。所以今天也是作为老友来助阵，期待我们台上五位朋友的这个精彩的表现。还有一位，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护国螳螂，手游排位拿过第一的大腿林耀老师。Hello， 大家好。哦，好玩意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整个阵仗，我感觉我躺着就很安心。我们也让林耀老师跟大家问个好哈。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耀。太棒了！再次掌声欢迎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小年夜的派对当中的五位来宾哈，在目前的这个我们的桌子上面也准备了很多跟小年夜有关的惊喜，大家可以稍后一下。因为其实很多看到这个画面的朋友，我相信在目前的在我们的无论是抖音直播间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客户端里面都会非常的兴奋，因为大家都说见到自己心仪的人同框，那个叫双厨狂喜。今天是五厨狂喜，还有一个真的非常擅长厨艺的，他们都完全没有在听我讲话，他们在聊天，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今天五位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那在正式开始我们小年夜派对之前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波福利，和你非常有关系啊。各位在抖音直播间的召唤师们，今天晚上第一波福利呢马上开启了，首轮的奖品是华为 Mate 60 Pro 一台，所以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左上角点击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福袋参与抽奖。那我们会为大家抽取一位幸运玩家，这只是今天的第一台，稍后会有很多台，然后全程会有不定时的福利在今晚的小年夜送给大家。另外呢，也跟我们英雄联盟手游客户端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呢在游戏内电视台直播间也会迎来三波红包雨，分别是8:15、9:00以及9:30。各位玩家们今晚继续在守候我们的客户端参与我们红包雨的活动，有机会领取到掉落的史诗皮肤宝箱和明星的语音包，祝大家好运了。接下来我们再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哇，太开心了。那要问问我们的代言人露思了，今天我们小年夜一开始有什么样的仪式感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首先呢，非常开心今天小年夜，先给大家拜个小年啦，新年快乐，祝大家新年好。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除了要一块打游戏以外，我们还要跟着秋瑾老师一块包饺子。哦，哎，其实我们在南方，怎么说？意思我不晓得哈。我们从小吃速冻。我们没有包饺子这个环节，没有像北方那么的会，就是全家就聚到一起包饺子的那个习氛围、啊。冰箱的冷冻柜里面都是，冷冻柜里面全是速冻。今天咱们把这个遗憾给补上了哈。对，今天我们包饺子 ，OK 了，家人们 ，OK 了 ，OK 了 ，OK 了。那我们秋瑾老师，我们怎么开始包呢？包饺子有什么讲究？包饺子第一步非常重要，嗯，我们要先拿湿巾把手擦一下。哇！来，第一步我们先擦手，好不好？发纸巾，擦个手啊！讲究，因为这是大家一起吃的一会儿哈，擦手，所以我们要注重这个安全啊，卫生，节约点。再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家里如果没有现成的，你也可以点一波速冻的。大家如果自己包饺子的话，记得洗手啊。而且刚刚我们说，就是我们都吃过西红柿鸡蛋馅的，我没吃过。哎，他说他没吃过。哎，我们来问一下台上的五位嘉宾，分别都是来自祖国的哪里，好不好？我们看看各自的饺子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边动手边聊哈。我秋瑾老师来自哪儿的？我是山西阳泉人。哎，吃什么馅多一点？我们吃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多。哎呀，好。但是还有一种叫做南瓜蒸饺，简直是人间美味。南瓜蒸饺那个东西好吃到什么地步呢？我有一双鞋，它可以定制的，把南瓜蒸饺这四个字刻在上面了，因为太好吃了。哇、那今天能吃到南瓜蒸饺？今天吃不到啊。请你离开。OK， 引诱了我们一顿没有？ Okay, 来，我们则是我是。黑龙江人，我们那块吃就是酸菜馅的多点。那你东北酸菜吗？那你包饺子水平怎么样？我包饺子，我不会包，真的、我不会包，但我能学，光会吃。那今天跟秋瑾，那你主要起到个造型的作用啊？我没什么，包一个，然后你 OK 了一下，对 ，OK 一下行，包一个 OK， 包一个 OK， 包一个 OK， 包五十多个，包五十多个，对，五十多个 OK。露丝怎么样？哎，我们可以上手了、啊，开包，边包边聊，真接包吗？真的包吗？是玩认真的，皮儿姐，当然是认真的。这个是饺子铲、饺子馅儿，我们提前给大家和好、起来，放在这儿。只要请我们的嘉宾，那边都有饺子皮儿，这个给你们包饺子，这个给你们了。这里不有吗？直接拿这个不就得了吗？那这个给，这个是用来那个，他们那边没有馅儿，压的是吧？压的压馅儿，把这个馅儿给压馅儿啊，给搞。秋瑾啊，你就准备了一个馅儿啊？就是够大家，咱俩分享，咱我不得分一下吗？那我把这个分，咱们应该热闹一点， okay, 对，热闹一点，就可以随意走动起来，好不好？过年了，辞旧迎新，过年了。哒哒哒哒哒！今天春晚，今天我们包饺子，吵架不吵了，来包饺子。我馅儿很多，不够吧？包啊，差不多。看看秋瑾老师的手艺，打个样，他这个皮得沾点水，为啥啊？因为他这个皮比较干，我都捏上了，咋整啊？这是怎么弄的来着？先捏一下，这不捏上了吗？林耀老师会包饺子吗？我不会，很简单的一个。林耀老师是湖南人，对不对？对，湖南的饺子是都是辣的，这也是一般是猪肉的，还好吧？辣不辣就看之后，看蘸料，对，看之后。捏啊，就是一个饺子，看到没？这样吧，我认真的在偷吃，姐，你这包的还不如我的呢。你这个躺平，你这我馅儿有点少了，我这个。他这个汤饺，他这个蛋饺，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边包边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我们在日常是家人包饺子，太难了，挺简单的其实，他要一个巧劲儿，确实可能很多。那个客户端的宝宝说，我今天来到了一个什么直播间，在包饺子，不沾水沾不上是吧？而且露丝，你看桌前有什么惊喜？露丝，左边一个糖果，有糖果，大白兔奶糖，大拇指，沾点水，为什么呢？你这包的为什么不如我呢？因为今天晚上好像是，如果吃到糖饺子的人会有惊喜，有惊喜。对，因为我们日常家里包会放一些硬币啥的啊，图个吉利。今天咱们就放糖果，让大家如果吃到，我们这没有这种饺子。这种饺子，你们要包一点糖的行吗？行，可以包点有糖的，然后吃到有包馅的，一会儿会有福利解锁哈。我们那儿叫这种饺子，这是啥？这谁包的？秋瑾老师。哇，这是那个这谁包的？就是灌汤包，他叫。如果你非要在小年吃的话，它也是有一定寓意的。就是包你开心啊，包你快乐，包你今天晚上拿奖拿到手软，对不对？哎呀，太棒了，包你福利满满的啊！对。林耀老师，你是自我放弃了是吧？没有，我包好了。他包了一个，就包一个呀。咱们今天说要包五十多个，包五十多个，等一下我吃，要不然咱们每个来宾起码包三个吧，好吧？我已经包完三个了啊，三五一十。那先给秋瑾老师包吧，然后我们让剩余的就交给秋瑾老师，交给秋瑾啊，我要包。秋瑾老师包的那个卖相好一点。
人家饺子带糖的呗，你们那饺子是这样的，哎，外面速冻饺子啊，对啊，对对对，我们那饺子是这样的，就是你长方形的，但没有这种，好，好吧，哪有这种啊？可是我们让露丝包个带糖这样的，我没吃过这样的，我给包个小糖。包个小糖，因为小年是灶王爷。我包个 QQ。哦，有讲究哈，大家在家里也给灶王爷准备点糖。这个是什么呀？你就纯糖啊，这是糖，这是糖啊，纯糖啊。糖加馅儿啊，多恶心！也是哈，有点怪怪的哈。哎呦，还就一个甜甜的饺子。我刚才包那是纯糖的，我也来个纯啊，也是纯糖。哎，有个问题，那我也来。纯糖的很明显啊。啊，一眼睛都瞅着，看就知道是谁包的啊！没事，我的这个手法是看不出来的，是吧？这个应该比较明显。那我怎么办？好，我们让我们的来宾们继续包着，然后这边呢，我准备了一些我们网友的提问，想要问一下舞台上的五位，化了老师啊，满嘴也都不想理我，看我这个就看不出来，看没？露馅啊！好，既然那个瑞鹏理我了，那就问了瑞鹏吧，请问瑞鹏你是怎么入坑我们这个游戏的？然后对新手有什么建议？我是怎么入坑的？有印象吗？还记得吗？我是看到了广告。哦，我是看到了广告，然后就发现周边的朋友都在玩，所以说我就。你看我一般回答你的问题，脚就包坏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来着？对新手有什么建议？对新手要想要玩我们的英雄联盟，那就是，多玩，多玩，对，啊、多练。哎，我觉得我现在最差的火候就是练少了啊，时间不够。对，就是进组之前的时候，其实拍完广告啊，就是工作完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放松的时候，对聚餐的时候就会啊，赶紧来两把，因为没什么好聊的了嘛，就赶紧打两把。太熟了是吧？对，然后我就给儿童朋友发信息说来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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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那会儿我们就开始打，对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疯狂的打游戏。所以你也是跟朋友一起，然后就入坑了。我觉得跟朋友玩比较好玩啊，就是跟熟人一块玩，就是会更好玩，放松一些，因为骂得出口。多了，节操我抽多了。那我们问问林耀老师，林耀老师显然是不想包饺子了。林耀老师是怎么入坑？我啊，我其实是提前知道啊，这个游戏当时官方找了你要上线了啊，我是做了一定准备的哦，有备而来。那你对新手有什么建议？我对新手啊，建议的话，我觉得先找到自己爱玩的英雄，然后多去练它，先把一个英雄练会，然后再开始第二个英雄，慢慢来会好一点啊，一个英雄来，慢慢来，对对对，好的，哎，现在包了多少个？我们数数，来。这个惨不忍睹，这边的饺子惨不忍睹。二十个吧，差不多。那边像不像烧麦？就是灌汤小笼包，都是这种。那边大概有七八个了。七八个，这就是吃了以后应该吃不坏肚子这种。会怎么样？就是会难受啊，嘴巴会撑着。这边包了多少个？我们这边也七八个了吧？十来个，十来个了，十多个了。会难受。陈哥已经包了十几个了，那我们再包个，每人再包个一个，好吧？我们再让露丝来回答一个。我都擦手了，哥。那你就负责回答弹幕，好不好？来问一下露丝，在我们的游戏当中，你自己比较喜欢玩的英雄有谁？哦，我就是玩安妮入坑啊。为什么呢？对，因为我觉得他扔大熊的时候，我就好炫啊。然后因为会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就一到就是团的团到最后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扔熊啊扔熊啊然后我会觉得有被 Q 到一下、啊、所以今天也有可能看到你掏出本命英雄是不是？他们不会进舞现在我有点担心了，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看看今天我们露丝会上手哪一个英雄啊。现在我们继续饺子差不多了，那我们给大家再加一波福利，然后我们请秋金老师再帮我加几个，再包几个有 OK OK 好不好？有糖的怎么好嘞？我给大家再加一波福利哈，刚刚我们开场已经给大家送上了我们今天第一台华为的 Mate 60，那这个时间段呢，今晚新一波福利放送的奖品是我们星之守护者的毛绒的伊娜，那我们将会用福袋的方式呢给大家来发放，每位召唤师呢现在就可以点击我们抖音直播间屏幕左上角的福袋参与抽奖，我们会抽取十位幸运的朋友送上你这个星之守护者毛绒伊娜，那没有抽到也没关系，我们稍后还会有很多的惊喜，包括更多的手机哈。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客户端电视台有更多的红包语，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为大家送上我们小年夜专属的福利。好，包的差不多了哈，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来问问泽好了哈，来问一下陈泽，你应该知道我们新给大家推出的这个龙腾华彩的皮肤，龙年皮肤啊，对，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或者你很喜欢的哪个皮肤？泽利。好，为什么？
因为刚才我玩了啊，体验了一把，刚才玩了一把，我以为他也在责呢。刚才玩了一把，玩了一把 ，OK 了，OK 了，什么感觉？新的皮肤？新皮肤，就手感挺好的，打击感啥的，高帅。而且泽利是有个很酷的一个龙灯的一个啊，对对对，特效啥的，是的啊。来，我们问问露丝，你印象当中有哪个让你我觉得很有就是中国风的感觉？整个元素的色彩就让人哎很有年味儿，就感觉就是一看就是春节期间一定要用的皮肤。哎，瑞鹏呢？我男枪，男枪，为什么喜欢？因为猛，猛男，男配合我这样的玩。对，那问一下林耀老师。你有什么喜欢或者推荐的我们新的皮肤当中的？我觉得龙王的皮肤吧。你喜欢龙王？对，龙王、啊、龙王是春晖系列哈、啊。然后都可以，我觉得。其实我平时的话，皮肤出来都会买的。但我现在没回去看，一般都会买。今天不用买了，陈泽有好消息跟你来分享，关于龙王的皮肤。那个除了上线那个龙灯皮肤之外，然后我就个人最喜欢的就是。最近那个春晖系列嘛，然后那个尤其是春晖龙王那个皮肤，然后而且现在官方也那个很大方免费送嘛，这活动整个就是非常的宠哈，免费送。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开场讲了，今年是号称史上最强的春节福利，所以各位召唤师们呢，可以在日常的打卡呀，累积这个里程碑啊，完成新春任务就能解锁我们龙王春晖系列的皮肤，然后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福利会更多哈。然后刚刚那个我们林耀老师也说到很喜欢龙王，对，而且龙王现在是重做了吧，比以前更强了。除了刚才这个陈卓兄弟说的春晖皮肤系列之外呢，我们这次活动还会加送三个龙王的炫彩皮肤。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参与一下。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秋金老师包的怎么样了？为什么到我要包的怎么样呢？先检验饺子再来问你、这个、就包好了，已经包好了，搞定了、搞定了哈。那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开始开煮。那问一下秋金老师、你对于这个新的我们的皮肤有什么样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我特别期待那个至臻的那个建模的皮肤。为什么呢？怎么讲呢？因为他开大了之后会有条龙盘在身上，哇，就非常的帅，你知道吗？就是我这种男孩子哈，就对他有一种少年啊，对，少年就无法抗拒，无法抗拒那个龙盘在身上那种感觉，所以有小时候学降龙十八掌的那种感觉。小时候跟谁学？郭靖。郭老师是你的师傅，我的恩师，练得怎么样？来，对，还行。来，有请。给大家来一套降龙十八掌朱朱庆十八掌啊，真的、有才艺、真有吗？真有啊！我小时候真练过，但是来嘛，来嘛，太不好了吧？来嘛，朱朱庆嘛，高兴高兴嘛，就是降龙 Q 到了，姐，好尴尬呀，太尴尬，应该给你配个龙灯就不尴尬，还有个龙叫声啊、来，那我们请我们的演员啊，瑞鹏给你配个龙叫声啊，好、对对对，来准备啊，我的手掌一推出的时候，你一声，好吧 ？OK， 来，就是一二三走。你好尴尬哥，这段 cut 我们可以在抖音传播一下，太精彩了。好了，我们饺子包好了，那我们准备就把它送去给大家。怎么了？不是咋了？咋了？我们尴尬了，他们脸都红到不行，耳朵红了。小年夜开不开心，露丝？超开心，超开心，开心就好哈、那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那我们待会儿准备把饺子下去煮，请我们各位来宾移步到我们的沙发区。好，请坐。我心想好像没这个。来喽，来喽。哎，让我降龙十八掌有点狠，尴尬啊，尴尬。饺子继续开始准备，帮我们辛苦煮一下哈。一会儿我们会让露丝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品尝我们龙年的小年夜的饺子。是哪个？哎，每位，哎，对我。新皮肤的抱枕，有对啊，龙腾华彩啊，那男枪呢？啊，念一下图给大家看一下，要我的男枪啊，随时的。我们下面跟露丝来问问关于这个龙年我们新的版本5.0已经上线了，你有什么样的体验？我听说这个新版本好像是上单的春天，对，它会对近战的英雄非常的友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有工作人员尝试了这个盖伦。感觉打开了新的世界。是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跟上我们露丝的节奏去体验一把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刚待会儿呢会开始我们的开黑，然后我们今天呢第一波对战的是我们的策划，策划队，所以请他们开始比拼之前哈，我们先问问有没有想对，如果有机会跟策划对喊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的话，陈泽，你想跟策划说什么？就是感谢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游戏吧。这么完美吗 ？OK 了 ，OK 了，正常吗？就希望能继续努力吧，然后优化游戏体验啥的，然后那个。
也希望就是能多在游戏里送点福利给大家伙吧，然后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就是有皮肤嘛，玩得更开心。嗯，多送点福利哈。最近有什么话要跟策划喊一喊呢？就是我很爱这款游戏，它最近确实越来越好了，希望他们就是继续保持下去，然后那个开宝箱的几率能不能稍微高一点。哎，每次太冤种了我。林耀老师有什么话想对策划说的啊？我是听说策划这个段位都挺高的，等一下我们来就试一下。哎呀，揍他们！对，试一下你们的实力啊。二位朋友，我也是听说等会儿要跟策划们打一打，我觉得让他们小心点吧，小心点，别把我打得太。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看看我们这个现场的，待会我们让露丝起个名哈，看我们小队叫啥，跟我们的策划大大们来 PK 一下哈。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再次呼吁欢迎大家去我们亲自体验一下我们新推出的皮肤。那在我们的春节期间呢，我们其实还可以免费来领取刚刚介绍到的限定的春晖龙王的皮肤，然后炫彩的皮肤，然后特别注意的是2月9号除夕夜当晚我们会为大家上线首抽呢，还能够必中随机的这个史诗皮肤。另外在春节期间呢，大家感受五排不掉段，另外呢全英雄限免啊，开黑无压力，欢迎大家多多登录我们的英雄联盟手游官方来了解详情。那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客户端上面给大家准备了一波红包雨，那除了今晚还有除夕、初一、初五和初九都会有这个红包，所以大家记得要登录来领取这个红包。2月9号登录呢，必得史诗皮肤随机的破落宝箱。那接下来我们就让代言人赵露思给大家示范一下，哎，怎么来领这个红包雨，好吧？对，没错，操作跟运气都是不可少的。今天晚上呢，我就给大家送出英雄手机来了啊。手游，我点确定点进去，好着急啊！哎，露丝可以转一下，给镜头看一下哈。啊，我大概就是，太 nice 了，直接钻进你的手机里，很吓人。老师可以帮我们特写一下，这就掉下来了，看到了吗？你就是点就好了。就是超级简单，在活动的精选里面，对吧？大家可以打开，然后在活动精选。对，哎，为什么刚我进来就看到这了？领完了，红包雨领完了，没关系，一会儿还有啊，随时会给大家安排一波又一波的惊喜，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领表了，姐，领完了。怎么样，露丝？听完这么多的这个福利，今天小年夜作为代言人，觉得我们官方诚意够不够？我觉得今天主要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所以呢在我们玩的过程中，玩完了之后呢，也会给大家尽量的去争取到今天应该有的小年夜的福利。哎，所以呢屏幕前的宝贝们就是准备好，然后就是要拼运气了。嗯，是的，待会儿在我们五位 PK 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到各种福利在直播过程中不间断的掉落哈。那这个时候既然我们代言人说话了，我们给大家再加一波福利，在我们左上角还是老方法，我们的福袋里面为大家准备了一台华为 Mate 60 Pro 的手机，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哈，随时它会在这里出现哈，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延时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惊喜的出现。那露丝，福利是不是还要继续给大家加码？没错，我都看到就是说很多小朋友说，不是小朋友，很多小伙伴说没有领到礼物，怎么办？怎么办？我不能让大家空手而归。那这样还要送点什么福利吗？我们给现场五位嘉宾玩个游戏，然后你们如果游戏挑战成功的话，我们就解锁新一轮的福利，好不好？好哎，我想这个游戏应该根本难不到你们。来，我们先来准备第一个游戏，小年夜要来什么猜灯谜。我们准备了新年露一手，不然来，我们猜吗？对，听题了哈。我手上呢是不同的 emoji 的表情 ，OK。然后每一个板上代表的是一个英雄，你们来猜猜这个英雄是谁 ，OK， 好不好？啊，用举手的方法来抢。待会儿呢，猜对一个就手指个一啊，我们这样来记录。然后猜的最少的那一位会有惩罚。哥，到底是猜表情是猜英雄？猜这个表情代表了哪个英雄？哦啊，准备好了啊，先给屏幕看一下，第一个是他。哦，来，我知道，哥，是我。3、2、1，举手。我举吧。这个猜表情吗？这不103，这是我之前那个打端游的时候，就是那个最高分1103分。对，这个英雄是谁？露丝告诉我们，这个英雄是谁？姐肯定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不就坐在这儿吗？嗯。
这他该不会就是不是姐？这是猜表情，哥，这不猜英雄，哎，这猜人，也代表着你，啊、你也是 OK 了，泽、啊，对不对 ？OK 了吗？这就是陈泽，所以这归你了哈、啊，这给我行，积一分啊，积一分，给秋青哥，哎、啊，你扣见了，看见了，看见了，我也看见了，假装没看见哈，来，露丝准备啊，三二一，好，给评论区的宝宝们看一下，这是谁？露丝，秋青老师，为什么呢？因为有个米饭，二十吃饭，这个的，都太懂了、啊，大家都好懂。抢答对，按时吃饭，九点哈，晚上九点。哦，到点。那这个归露丝了哈，露丝答对一题、哦，我们继续猜题哈，评论区也可以来一起猜哈，先给评论区手速啊，手速这块，评论区看一下哈，三二一，秋金，机车男孩是谁啊？这个英雄是谁？你骑摩托吗？我骑。啊，就是你啊，敖瑞鹏，敖瑞鹏，机车男，哎，所以算秋金的吧哈，算我的，我又开始尴尬了，又尴尬了，开始脸红，我又开始尴尬，哎，为什么是敖瑞鹏是机车男孩？对，就是我平时可能讲话特别，上班的时候比较，开玩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了，可能上班的时候就偶尔可能下班之后会去一些骑车，热爱哈，真的，好的，来，真的假的？真的，骑完车也会打手游，露丝都不知道。不知道，我们除了玩游戏，下班很少联络，私下从来不联络，除了打游戏。好，我们希望林耀老师也能参与进来。林耀老师，感觉在里面社恐了。嗯，来，我们看看这题，先给评论看一下啊。哎呦，好，我来，这是谁？这个就是一个护郭嘛，唐，然后一个蓝嘛。护士郭，郭就郭武英，郭唐啊，自己啊，对，哇，他全称是护国螳螂，护国螳螂，哎呀，要，这太简单了，真的是送分题，来，恭喜林耀老师，好了，这个要看手速了啊，各位准备啊，现在目前敖瑞鹏还没有得过分啊，来，请看题，这啥呀？三二一，对，敖瑞鹏来，这啥呀？通过排除法是露丝，这啥呀？你觉得这是赵露丝吗？这四个字，你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 emoji 怎么解释成赵露丝？长山赵子龙，龙，有人知道吗？可以再抢答，看不懂，龙，这是今天的龙辉啊，果然是代言人厉害，这啥呀？就想一想四个字，哪四个字？那个。这是一个什么啊？对，华是什么表情？什么表情？这什么表情？他非常的，他哦，他受伤了，他很疼。嗯，龙腾啊，龙腾龙腾华彩，哎，回答正确，这么难？华彩属于代言人的龙腾华彩，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哎，你拿。来，露丝再给大家看一眼龙腾华彩的龙腾华彩新皮肤，欢迎大家去来体验一下哈。龙腾华彩，二位朋友加油了啊！有可能惩罚是你了、啊，没有分啊，我没分。这一题是这个，这是哪个英雄？哎，亚索，哎、秋金先举的，亚索吗？回答正确，你咋知道？你搜不舒服啊？搜一些哈，送给你了，送给你了。好，再来了，再来了啊！搜不舒服，要抢，要举手啊！不能举手，别抢，好，来，好，这题，三二一。敖瑞鹏，安妮，回答正确。因为有个熊，有一个没有，开玩笑。露丝安妮，好吧，恭喜你回答正确。所以现在是，哎，我一个，我一个，露丝两个，对，我也有一个，敖瑞鹏一个，我秋瑾两个，这得罚俩人是吗？对吧？林耀一个哈，那我们最后一题了，看看是谁啊？给他们 PK 一下吧。当当当当当当，好，这个是谁？这啥呀？人马。不是小新一，小新一，哎呀，难住了我们。哦，这谁？你答吧，你答吧，哥，你知道是啥？举手啊，来准备啊，一下没三二一，不到，没人举手，没人举手，竟然难住了啊！你知道？一马新仪，马新仪，这啥呀？我们来看一下。马新仪是马新仪，对，提醒一下他，那个梗是马新仪吗？他可以奶，他有个救护车可以奶，不是奶吗？回血的，索拉卡啊，回答正确，索拉卡星之子索拉卡，奶妈，那个马，好，星之子星，我们来看看目前
比分，场上比分是什么情况？哎呦，就咱俩，是二分，陈泽一分，我俩一个，我们俩一分，郝瑞鹏一分，另外三位都是两分，对吧？两分，没关系，我们再加赛好不好？我们真没想到这局再加赛。刚刚这个如果跟下一轮游戏比起来，它只能是一个热身赛，下一轮才是真正的关键。我以为很简单，我也以为很简单，是不是？我们这是小年夜来点硬的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好，所以说给我们出难题。来，这一轮我们要来玩的是这个微距猜猜猜，我们用这个特写的方式给大家截图了一些英雄的皮肤的局部，你们要通过局部来猜英雄啊。好，各位准备好了啊？还是通过举手抢答的方式？举手你看不着哥，我刚才是第一个举。好，我盯着你看啊，这个啊，来第一个，三二一，就你了，狗头，回答正确。来给大家看一眼啊，给瞅一眼啊，给大家瞅狗头啊，狗头，好，就这个意思哈。来继续啊，三二一。最近春晖仙子卡莎限定版本，哇，厉害！我有，哇，攻克了新皮肤啊！因为我有，我真有，450啊！继续啊，继续啊！来看看谁能够猜对下一个啊！准备好啊，露丝加油好不好？嗯，露丝，你是不是要故意放水，让给他们？来，三二一，这是谁？这上哪呢？你们猜，你们猜来，我来，来，林耀老师，潘森。春晖系列的潘森回答正确，哦，这个有点厉害，漂亮，这么大一个盾，哦，这个应该有点简单，有点紧张，露丝加油，这个有点简单啊，看着看着题啊，那我不怕了，要来举手，这假，那个龙龟，哎，回答正确，谢谢厉害，恭喜露丝，谢谢哦，哦，找不着哥，我都不认识，好，来下一个啊，还有答不出来咋办？还有四题，来准备啊。三二一，他是谁？敖瑞鹏，寡妇制造者啊，对，是吗？是啊，这是吗？这不是吗？我感觉不是吧？他是谁？看杨洋哥，我们看正确答案啊！哦，是，林耀老师怎么回事？对，是吧？对，好了啊，回答正确，我去看他这个，还有三个了啊，还有三个了，这被动，大家，泽一直在瞅，我瞅不着。来，我们准备啊，三二一，他是谁？辛德拉，不是吧？是刚谁抢到的？我啊，敖瑞鹏抢到的。辛德拉，辛德拉，暗黑元首，回答辛德拉，是他，三分了哥，要罚我了。哇，你有点厉害啊！还有两题了，还有两，一看两眼你都能猜出来，还有两题了。我举手答不上来，多尴尬啊！都瞅我。好了，三二一，我来。谁呀？谁呀？林老师，露露，对，仙女女巫，露露。哎，回答正确。这怎么看出来的？那个脚，这个就是这个，对他那个法杖，我以为是杰拉。给镜头看一下，林耀老师，啊，露露的一个皮肤的图哈，露露。最后一题了，现在几比几了？二两分，我俩三。露丝是三分，四对吧？我三分是三分，二三三四三，你也是三，我三二三三三，给我废了，二三三三四，就我凶多吉少啊，泽废了。来最后一题啊 ，OK 了，泽，请。看题，三二一，莱克斯，回答正确。哇，这个为什么这么快？因为我很爱莱克斯，很爱他哈。所以我们现在的局面就是我两个罚我了，选择比较少，但是我们这个福利是解锁成功了哈。刚刚很多评论区的宝宝们想要获得惊喜的话，可以在我们这轮的进行当中来领取我们左上角的福利。我们给大家这轮还是准备了一台我们华为的 Mate 60的 Pro， 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左上角，一会儿它出现的时候记得去领取一下哈。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惩罚的这个权利机会留给陈泽了。罚啥呀哥？罚一个绕口令。哦，行，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好吧。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龙年的绕口令，我们让这个绕口令目前得分比较少的陈泽来，我念吧，念呗。老龙恼怒闹老农，老农恼怒闹老龙，农怒龙恼农更怒，龙恼农怒龙怕农。哎呦，有没有人要挑战陈泽的更快一点？这个怕是专门来针对四川设计我们四川人的，为什么？只是没想到这一趴我居然能赢四个吧，没想到吧？四川人是勒呢比较难分一点，是不是？老龙老龙老老龙老龙老龙老老龙老龙老龙更更龙老龙老龙龙怕龙。漂亮！那我们让重庆的来一下，好不好？老龙恼怒恼啊！老龙恼怒闹恼农老农。
恼怒烙恼恼好了好了、啊、有点恼有点恼。你们拿这么多分有啥用啊，都得念一遍恼龙恼啊。对哈、啊、是啊，那个降龙十八掌来一下。降龙十八掌就降龙就配合十八掌，飞龙在天亢龙啊，不，老龙恼怒闹老农，老农恼怒闹老龙，农怒老恼农更怒，龙恼农怒龙怕农。耶、yeah! 哦、那既然到这儿林耀老师不念也不合适了，对对对，林耀老师来帮我们挑战一下。对，我有点难，因为我那边平舌音湖南是不是，对，嗯，我试一下啊。好，老龙老怒闹老龙，老龙老怒闹老农，完全分不清楚。龙怒龙恼龙更怒，龙恼龙怒龙怕龙。耶、yeah! 大家龙年都没有烦恼好不好啊，飞龙在天。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再放一个福利，现在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呢，如果你还没有下载游戏的话呢，现在就可以点击下方的小手柄来下载游戏，来体验我们面前的五位我们的嘉宾们共同的快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在精彩的刚刚这一段游戏过后呢，还会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新年贺卡，这是专门为抖音直播间宝宝们左上角的福袋参与抽奖。注关注我们的开奖的时间，我们将会抽取五位幸运的玩家来发放贺卡，收到贺卡的同时你也会收到价值1000元的京东一卡，玩家们可以上京东来添置年货，祝大家新年快乐！好了，我们游戏玩的差不多了，饺子还在煮着，那接下来就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这个比赛的时间了。各位是不是都已经跃跃欲试？是时候了。什么心情现在？啊，就打呗，不知道能不能打过。啊，露丝有什么话要给队友鼓鼓劲儿的？我觉得有几个大哥在。稳了，对，一般看到这种局势，我觉得稳了。嗯，魏鹏，我也很放心，我也很放心，我相信大家的实力，大家都觉得自己会赢，对吧？会打赢我们策划队啊。相信你的实力，秋金，就是我也觉得我们能赢，因为大家都挺厉害的，嗯啊、就支持大家，可一看就是特别会玩这个。哎，林亚老师。我也觉得我们能赢，因为我也比较相信大家啊。啊，靠大家，靠你们了。其实我们四个相信你，我们四个相信你，好有团魂哦。好的，哎，露丝，我们的团队叫什么名字？我们团队叫年夜饭队。哎呀，好记，年夜饭队哈、啊，今天是小年夜，所以给大家隆重介绍我们的年夜饭队，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哦，夜饭夜饭。然后再提醒大家，待会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不定时的在抖音发放福袋，大家可以边看直播，各位召唤师们可以边来领福袋，继续抽我们的 iPad mini 和华为的 Mate 60 Pro 的惊喜，在峡谷当中继续等你。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手机。比赛即将开始，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解说，开始吧。畅享乐趣更好的上分吧。 OK， 新年露一手玩转小年夜，我们的这个比赛第一场也是来了。是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策划队和我们的年夜饭队，然后他们两边现在已经在选取自己的英雄了。 ID 自己猜一猜啊。啊，哎，可以先自己猜一猜。我看到了，哎，你已经选了，在蓝色方。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露丝老师他的这个 ID 赵美才。赵美才，又美又有又能发财，我觉得这是新年所有人可能最想要的愿望。对，有财又要发财啊。对啊，蒙多盲僧，盲僧也是林耀老师之前比较招牌的英雄了啊。对，而且我因为刚才其实也听到嘛，就是我们的瑞鹏老师，然后一直在说到他的男枪嘛，不知道今天能不能上场，因为他刚才也毕竟说嘛，就是喜欢就强有力的男人。哎、但他不打野的话，我感觉这个英雄拿出来的概率还有点低呀、啊。咱们就是说，嗯，主要看一下吧。我觉得一会儿，我觉得期待一手吧。至少我觉得今天可能最期待的点就是我们安妮。嗯。卡了也能杀，这个东北话估计有可能是陈泽了，是吧？对吧？我五A景区。对，而且我说起来，我觉得陈泽老师就是他整个这个东北口音，一张嘴，然后第一时间我感觉把我们现场所有人都带走了，都感染了。对，整个现场所有人都被陈泽老师感染了，大家全都是东北人，此时此刻。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 BP 吧，因为现在其实他们二轮还要等着。空一下，我感觉这个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什么日子，因为
小年夜，小年夜，大家欢聚在一起玩游戏，那肯定是开开心心。我们就不搬了，我们也知道你什么英雄厉害，但是没关系，我们不搬。是，而且我觉得毕竟是小年夜嘛，今天第一是我们要高高兴兴的打游戏，然后第二件是高高兴兴的吃饺，第三件是高高兴兴的那个福利，领福利。对，然后他们负责高高兴兴的玩完这一局之后给大家发福利。是的，对，而且刚才各位明星召唤师。而且刚才其实在他们就是在聊天的时候嘛，然后我也有在看他们这个抽福利，我就自己进去游戏里面狂点狂点，就是登录游戏点那句话嘛。对，登录游戏限时领取新春红包福袋语。刚才露丝也是自己点了一下，给我们演示了一手。对对对，确实是福利非常的多多。嗯，那也就剩下最后两手了，是吧？露丝对线亚索。哇，这首安妮，安妮打亚索可以。这中路对线好看了，估计一会儿导播老师应该也非常清楚这个镜头应该切到哪里。是的，而且主要是感觉打亚索的话，我们露丝老师还是挺有压力的。哎，他们刚才在底下选人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商量怎么打，估计是。对，主要平时开黑就经常在一起，看一下他们的配合究竟是怎么样的。嗯。但这个时候你感觉林耀老师就很淡定啊。林老师。问题比较经验的一个，在这里面估计又要当打野又要当教练，对，只能四个字，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另外一边我们的策划队选的是上单的格温，然后打野赵信，中单亚索，下路是霞加娜美的组合，比较标准的一套。是的，而且那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年夜饭队他们这边蒙多、盲僧、安妮、光辉，然后包括老鼠，就是他们的阵容，就我觉得期待性更高一些吧。确实，哎，但是露丝前面说了，这个安妮拉斯都是他招牌英雄嘛，嗯，对吧？因为在猜那个通过局部猜整体那一趴，是也有猜到拉斯这个点，但是这一把看 ID 应该是这一手安妮，然后拉斯辅助。是，那这样的看，这样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左边的阵容。他们在开局之后，这个包括对线上啊，然后包括整体团战上来说，我感觉想跟我们策划队去抗衡的话，要看一下他们前期有什么布置了。应该是，而且因为刚才就是他们在闲聊的时候，其实提到一个点，我们现在5.0嘛，5.0其实是对于上单英雄很多的前排那种肉坦是有一定加强的，包括我们新出的装备，像什么心之钢，对吧？对，对于这种蒙多这种纯坦克，绝对有加成的。对，而且就是来自于了来到上单的版本嘛，所以这里就直接选一坨肉出来先试试水，蘑菇吃不？可以，已经准备开始打了。我们的也露丝的首战啊，是的，来到这边之后，对，其实是我们露丝今天露丝老师今天来到英雄联盟手游的话，然后也是在就是给召唤师们带来的一个首战首秀啊，来吧，秀进入到了我们的召唤师峡谷当中，开启我们新年露一手玩转小年夜的第一局。哎，是这边我们看到了我们策划老师们的 ID 全军出击，这也是第一次吧？我觉得策划老师们的就是给召唤师们看一下策划老师们的水平。也是算是他们比策划老师应该也算首秀了吧，心里不知道有没有底啊。来的是中路的亚索来到我们现场了，不知道今天能表现的怎么样，因为跟队友离得比较远，是会有一个线上的沟通。哎，上来先晕了一下，但还好，感觉就是我们看到就镜头给到露丝老师，其实他的这个专注度非常的高，对，很专业的带先攻的啊，装备也非常的专业。可以，这个风是走位去躲一躲，前面对线亚索嘛，安妮手还是比较长的。对，然后而且对线的时候也比较谨慎。哎，我就在塔下，你来呀，你来呀。但是蓝量稍微有点低了。啊，这样把果子打掉了。那不过有一说，这一波看得出来，我们策划老师在很认真的打。对。对吧？看一下上路的对线啊，就前期对线细节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的完备了。嗯，那上路的对线上来说的话，毕竟是格温呀，然后所以可能蒙多在前期对线上，我觉得更需要的是稳定一点吧。这个应该给的一对一的视角应该就是儿童的上单。嗯，
而且他本身我觉得在上单这个位置上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他刚刚也讲到了就自己更喜欢打战士类的英雄。嗯，而刚来的时候我们现场惊呼真的太帅了。是的。刚那个十一在讲的时候哇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帅的本人。哦啊，他这个应该是刚刚我们导播老师也沉醉于这个美颜了。但其实卡莉也能杀才是偶尔狂，然后同时我们下路也看到刚刚是有一波阵亡，然后上路的蘑菇吃播是陈泽。哎，蘑菇吃播。对，因为他这个吃饺子经常蘑菇吃播很像东北话。听回来这一脚直接给到了赵露思的脸上，那最后也是凭借着在塔下以及盲僧的一脚成功拿下来这个人头，现在人头比一比一，也让我们的露思拿到了一颗非常关键的亚索的人头。是的，那这样的话再拿到人头之后，上路这边他们的杀蘑菇已经倒了两次了，但是另外一边盲僧跟过来了之后直接拿下一波双杀。对，在有点激进的情况下直接把人头给到了盲僧，那只能说林耀老师杀起来了呀，杀起来了，往狂澜于击倒是吧。是的，中路搞完事情直接来到了上路，这个时候林耀老师还说这个时候要看我的，打野要看我，对，看他新年露一手。是的，下路状态有点差，先回趟家。哎，现在直接把大熊放出来了，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顶我了。嗯，配合着熊在这拍，但是最后血量有点低了，赶紧交出闪现逃回塔，两个人都是一丝血锁住，刚刚这个闪如果不交的话其实会有点危险。对，所以只能说什么露丝老师的手是真的快，第一时间交闪保命可以。哎，但是哦应该是蒙僧来了，然后亚索就想反正我也走不掉那我就送个塔。对，那这一波的话我觉得就是至少前面林耀老师在中上两路把自己的队友保护得非常的好。嗯，保护到位了。哎呀，这话音还没刚落，陈泽老师是阵亡了一次。看一下下路，这波对线光辉的伤害还是拉得挺慢的。但是老鼠也开启了自己大招，火力全开了之后，直接往前射，但是有个果子，没有把这个残血的匣给收掉。只能说先把你们打回去。只能说果子救命，在我们就职业比赛里面看到的也非常非常多了。嗯。这种镜头，对，因为有果子的话其实那对于我们小年夜队来说可能也就没有必要再追了嘛。哎，下路出现线杀的概率也比较低，这条路就是出现线杀比较低的一条路。哎呦，现在蘑菇吃播这边又交了闪，但是被狂追，林耀我救不了一点，然后说兄弟我先走一步，我先走一步 OK 了不。但还好吧，我觉得从整体的就是发育上来说的话，就是经济也没有拉开什么。哎，直接进塔了。哇！旁边有好兄弟过来帮忙，而鹏直接远程点射收下这个人头。这个我们只能说策划组的 Summer 是真的有一颗非常想杀卢兹老师的心，一直在扛塔过来。对的，疯狂点。卢兹主要是刚才你知道吧，他有个晕，但是他没蓝了。嗯。放不了技能。所以那个位置只能往后拉了。嗯，娜美来中了，帮忙清一下线。哇，要看一下第一波救援团的处理了。我们策划老师们直接是来到了下路。下路留着秋瑾老师一个人在线上吃线。啊，现在光辉很危险。其实他才是 AD 是吧？啊，有一个游走的老鼠。哎，这一波主要是他。哎，野区碰上了一脚跟住，老鼠的毒已经毒到了。娜美远程拍浪没有能够命中，而侧翼盲僧。如天神下凡一般从野区杀到河道，哎，天神大美继续去收割，最后由拉克斯激光炮收下这颗人头，就一直追着娜美狂点。这个位置我只能想说，小浩心想我只是一个娜美，我只能说这一把小年夜队应该是胜利在望。是的，感觉有的有的，前期优势很大，而且把这条小龙也拿到了手里。其实那个位置感觉就是可能我们策划队的赵信策策老师真的有点追得过深了，在对面的红 buff 那里，所以打野先死了也没有太大的办法。我又有果子，果子救命，果子救命。这个果子已经连着救了侠两条命了。嗯，我觉得我们看我们感觉得给他拜个年了。给果子拜个年，因为我们感觉露丝其实他就是非常的稳定，就是我就站在塔下，你来打我呀，你来打我呀。说没办法，我这英雄本来就耗蓝高，然后蓝条短，嗯，所以你等我，这个
万事催化石多叠一叠，对对吧？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刚刚看到，其实等我看我打团，嗯嗯，看我打团。我看陆思刚其实已经摸到自己的金身了，这下一波就算你想过来打我，可能也不是那么好打。那他有金身打下杀就不太行了，就是镜头每次给到陈哲的时候都非常的惨烈。嗯，陈哲直接这样说，我人头吃不？嗯，反正我已经有金身刀了。嗯，但是下路这里，儿童自己一个人。回身不停的点射，但是被赵信挑起来，临死前想换一个娜美，能不能换得掉？差一下，差一点点，不够了，太可惜了。不过我觉得问题不大吧，因为下路这边再次激战的时候，中路已经放了先锋，那这样的话，中路的一塔是可以被我们粘液番队先拿下了。就下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中路先追塔了。嗯，反正双资源都拿了。那看一下，就是其实在这一波打下来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粘液饭队他们还是拿到了挺大的优势的。那当然啊，我们在打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新一波福利已经要到来了。那这一波我们将送出的是华为 Mate 60 Pro， 各位召唤师们可以点击抖音直播间屏幕左上角的福袋，并发送口令“新年露一手，新春侠骨剑”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玩家送上华为的 Mate 60 Pro。哎，又是一波重磅福利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突出你从头看到尾，这个奖励根本停不下来。是的，刚才你念的过程当中，中路又是诞生了一个人头，不过念完之后又是他，又是陈泽，又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我看一下陈泽的表情，嗯，还可以，问题不大。这围景区过去的人都想拍个视频，非常淡定。这一脚踹得非常的好，跟上去差一点点，赵信开启金身，但旁边图文捡起来的时候，这波王松的家当人头要被拿到了，但是露丝开完团了之后，旁边敖日鹏疯狂点射，有机会被亚索贴脸了，先交闪现往后面去走，再点果子往下撤，哎呀，还有赵信这一波极限逃生，但是哥全是人啊。无论往哪边走，四面八方全是人，但好在吧，队友过来至少收掉了一个人头。策划队忽然间中期发力，八分钟的时间杀起来了一波，现在经济打回来的同时，人头比也不落后，而且还能有机会来开一下中。啊，他们老师只能把这个中塔放了，但是队友来了，这波亚索，而且侠扛打了之后直接起身，有拉克斯压起身，但还好有闪现。而且这波去把他们的中塔保下来，而且还能反打。那这波打完之后，感觉两边又是势均力敌的状态了。说实在的，刚才我们的策划队也是发力了一波啊，但中塔好像差一点点。嗯，第一时间我们的小粘液饭队其实做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大家又欢乐，但是也突然有点严肃起来了呢。没有，就赵四可能听到了你说严肃，我直接笑了一下。他们还是集结能力很强的，就每一次哪里一打起来 ，OK， 我们所有人第一时间到。这赵信又捅进来了，旁边有格温在，格温这个时候是个大腿啊，冲上来就要开捡，伤害太高了，拉斯直接被他捡死了。后排一v一真男人大战，最后是盲僧获胜。盲僧那个位置绕的位置特别的好，但是踢脚踢回来，这么踢的很关键很关键，老鼠直接进地墙里面。啊，这我说不能再点两下，但这波应该是要毒死了。哇，下半截飞羽开了之后直接落在地上被毒死，而中路也产生了一波单杀，亚索被露丝锁血拿到这个人头。我们现在已经跟开局不同了，哎，下路同时又诞生一个人头，盲僧在下路出来人头之后直接来顺势拿下路的火龙了。那第二条龙他们追杀的速度比我的嘴还快。是的，还能趁此机会把第二条小龙也拿到。那现在给到红色方，我们策划队的龙魂压力就很大了呀。这个龙是他们自己策划的呀。那现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条小龙看看他们要怎么说了。因为现在毕竟前两条小龙其实已经都给到了粘液饭队。哇，这波终于不是是什么是什么都在秀，只有陈泽在挨揍了。这一波陈泽说：“我终于有自己的时刻了，我终于站起来了。”会是对战士友好的版本，斗起来了之后还是比较安全的。是的，中路这一波混战之后，陈泽一次血想躲没有锁住，格温还在往前捡，但是赵四调出自己的闪现之后，第一时间没有死，老鼠直接闪现贴脸。配合着盲僧，两个人都全部收下。那这样的话，中路的二塔也能顺势拔掉了，而且
还有机会再往前推进，因为只剩下一个侠。比方说这个队伍还是好带的，现在十一分钟多一点的时间，直接破高地了。而且这个时间点他们双方的经济差现在也拉到了6000块钱，刚才还红双方领先呢，突然就拉到6000了。嗯，现在赵信也说我不服，我要上来杀。先宰拉克斯，再冲着老鼠贴脸了，但是老鼠伤好高啊，亚索好像也解决不掉，是的，不停走，最后只剩下一个娜美。敖日鹏这波也站起来了，这波主要是怎么说，看见老鼠和盲僧现在真的是有点慌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感觉可以2-4了，没有任何问题，他们两个战斗力有点爆表。嗯，哇，盲僧真的杀得太畅快了，11-7的人头，而且有一个我们的版本新装备巨型九头蛇，他跟蒙多一人出六、话音刚落，话音刚落问题不大。我这波回去我还是不出血，我就不出血，对，我就是要给你打到底，我就跟你们硬刚，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肉装上，让自己再成为一个前排一直扛。嗯，但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吧，因为其实对于陈泽来说，你看他整体的阵容，他就是要在前期扛，前排扛的呀。对的，所以陈泽是一个就是牺牲小我拯救大我的行为。那就整个小年夜队啊，不是年夜饭队啊，年夜饭队。而且现在其实我们露丝老师真的做得非常的，大家负责年夜，大家负责饭，我来做饭。对，现在中塔都还没有掉的情况下，而且经济差现在其实也拉开了，感觉这把年夜饭队差不太多。反正这时候经济不深不懂，因为一些还没放，但是反身娜美这个大给的也太好了，亚索直接大到两人，但是老鼠有没有机会？距离非常的好掌握的，而且前面只剩两个人。哇，现在只剩下一个上路的赵信往自己家走，那这样的话还要顺便拿一个红 buff 吗？感觉有点走不掉了呀。又被卡着便宜的距离一通乱点，如有神助啊。那这样的话直接拿下一个要一波了，有机会，13分半的时间拿下一波 ace 的时候，现在复活最快的是10秒钟的亚索，两个兵线应该是够了。那这一局比赛我们要恭喜年夜饭队拿下胜利。啊，看看露丝的，你头发怎么了？露丝的妆发，头发怎么了？什么？刚起床的感觉，怎么了？打爆炸了！哎，我们那个摄影老师可以让一下，让露丝看看她自己的发型啊！你看看自己的发型，刚刚谁轰了我？我打了31的输出灵药，哇！打游戏不就是这样吗？强强13杠，也蛮厉害的。我们来每位分享一下今天第一场比赛的一个表演赛啊，这个一个感受好不好？先请泽来给我们讲一讲。追着我杀，没有办法，玩的太菜了我。对你 ，OK 了泽，他有点难受，太难受了，真的，有点难受。真的真的了，和你的搭档有什么话说吗？啊，和你的搭档吗？林耀老师玩的太好了，躺赢了。露丝，我看我的，我的在夸林耀老师啊。露丝来分享一下你今天第一局的感受。他们在让我，很明显，他们在让我，让我游戏体验。非常好玩，是啊，不敢杀赵姐，一直杀我在这儿。那你对你的队友有什么话说吗？就是太爽了，我人还没去就已经灭了，嗯，就太快了。这样的可以多来，待会还有第二局呢。对，我们来问一下敖瑞鹏有什么样的体验。我感觉那个我跟安秋金老师在下路合作的非常愉快啊。哦。因为秋金老师是这么觉得的吗？我也觉得，因为我们下路我们其实有个组合的名字叫分力，你们都有名字啊？对，我们叫分力组合，你可能不知道啊？为什么叫？一是因为我们的进攻非常锋利，二是因为我们的下颌线非常锋利。哦，对吧？哇，还有这种？啊、对，我们就下路组合非常锋利。但是这局呢，确实，也打得非常紧张和刺激了，就是从头到尾都能体现到这个竞技精神的这个娱乐。啊，和这个竞技精神，你懂吧？啊，就感谢林耀老师带我们感受了什么叫做竞技精神啊！来，我们请林耀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局的感受。这一局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打法嘛，但是对面呢就是有点针对我们上路。嗯，其实我的可能我爆点还是少了一点吧。但是对面今天也其实也是要给我们争取更多福利，因为是策划队嘛。嗯，露丝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策划老师刚刚的表现点评一下？谢谢你们让我非常开心，游戏体验
比 OK 了则好很多啊，是的，我太难受了。但是也要策划老师给我们多来一波福利，好不好？对啊，就是我们这一把表现的还不错，嗯，所以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点什么福利呢？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用掌声请上我们策划队的代表来到哇，小年夜派对现场，好好好好，欢迎策划老师，好可爱。来，我们先坐，他就是那先坐一下，他就是那给我请坐。他说他就是那格温，你是那个格温吗？哦，我不是那个格温，哪一个？我是那个亚索，有麦有麦有麦，亚索呀、啊，对，你有麦吗？有麦有麦有麦啊！对对对，你刚刚是跟谁对线的？我跟露丝对线的。哦，就是你故意输给我。我没有，真的你太稳健了，而且你和耀导真的配合的特别好。我每次想找机会的时候，你旁边都有一个护花使者。是了。那你今天给我们带什么福利来了？我觉得既然大家今天都在咱们直播间，然后也这么浓厚的新年氛围，就给大家带来100个史诗随机皮肤宝箱，好不好？非常直爽哈，直接来了就送福利。所有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召唤师们，准备好了吗？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抖音左上角的福袋，就可以参与我们策划老师为大家送上的这个新年贺卡的实物福袋的抽取啊。只要你抽中的话呢，还会额外获得一个刚刚老师介绍的史诗的这个皮肤随机的宝箱。然后我们稍后会为大家来开启这轮的福利，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龙年的这波惊喜哈。那策划老师今天来了，刚刚我们的五位嘉宾也都有跟策划来喊话啊，你有什么话对很多我们看直播的朋友，包括五位嘉宾来分享？首先还是感谢直播间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包括一直支持咱们英雄联盟手游的这些游戏伙伴们，然后也感谢在座的各位，不管是有我们露丝作为品牌代言人，还是各位游戏主播给我们了足够多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那给我们送点新春的祝福吧。好的，那已经收到了哈。好的，那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龙腾福跃，顺心如意。哎，龙腾虎跃，顺心如意啊！盖上我们龙腾华彩的新皮肤。那要不要请老师留下来吃一个饺子什么的？方便吃吗？你今天这个造型就可以吃吗？我想带这个玩。好，我们掌声送给我们策划老师。那就不留你吃饺子了。好的，谢谢大家，谢谢老师。哎，我们饺子是不是还在？好了是吗？哇，那我们请工作人员为我们盛上我们刚刚小年夜的饺子。真的假的？搁这儿吃吗？来搁这儿吃。这是我们刚包的。我们包的，在这儿吃。刚刚我们自己包的，对。谢谢。烫吗？很烫吗？刚刚那个呢？刚刚那个林耀老师包的那个不到啊包呢？放这吧，是不是掉包了？是我包的啊，他们搭档包的，这个是他们包的，对我包的，对啊，这是刚刚我们秋君包的，这都我包的吧？这个我估计林耀老师，这个不可能，是你包的，不是我包成，我包的就是这样，你不是这样，包的，你想太多了，这是我包的，这不可能，你包的。哦，导演耳机里跟我说了，那些奇形怪状的都煮烂了，最后散了。敖瑞鹏那个，那我们尝尝，看看谁能尝到那个糖果味的饺子。就是我们吃饺子的话，就是他可能是需要一双筷子。我去，这有筷子，有可能，它是一堆筷子，有可能在我旁边。谢谢露丝，拿筷子吧，这有。谢谢代言人，来，谢谢。我们一个一个来吧，看看谁能尝到。泽先来一个，我先吃一个，泽先吃一个，我看看。这不是西红柿鸡蛋馅的，这真有西红柿鸡蛋馅，真的呀，好吃！我换一个，你们这夹坏了，好吃哭了。没事，我换一个，那夹坏了。蹲下一点，这个是夹坏了。有一个蘸料呀，你怎么夹坏了呢？真的没有纸，这是什么馅？不知道啊，这我很不友好。这个一看里面好像有。咱们能不能吃优雅点？毛味儿，谁吃到甜？我爆汁的，汁很多，很口爆汁。最近刚刚我们则吃了一个，他说太咸了，太咸是吗？来，兄弟们玩儿啊，还行，什么味儿的？你吃到是什么味儿？一个碗，我吃到是饺子味儿呗。来，泽，哎，好，姐，哎，对，谢谢，谢谢，咱们三用一个 ，OK，OK， 一会儿吃到糖的嘉宾主动举手啊，拿个几个，我们会有这个小挑战啊。好贴心，慢慢吃，不着急，果然是我们85以上的男人。然后一会儿我们会有继续给大家来发福利，是咱们包的吗？厉害，稍后的时间。我感觉有点怪，这个味道。什么味道？我这个巨甜。我不知道。啊，你吃到糖的了？吃糖了，我吃到糖了。好，那我们就让秋金解锁今天第一个小挑战，吃到糖的嘉宾要对着屏幕前的召唤师们送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必须包含。这也很甜。你，露丝也吃到甜的了。那就是那个糖主播。我这甜。
化了糖。你也是甜的，应该是那糖化了，化了糖化了，化到了饺子汤里边了。林耀老师，你尝的什么口味的？也是甜的，也是甜的，但我没吃到糖。对，哎呀，那就说明我们五位来宾这个龙年都会甜甜蜜蜜的，好吧？敖瑞鹏，你尝到什么味儿的？真的，我吃到了一个姜味的。真的吗？这很多姜，辣辣的味道是不是？嗯。那我们这样，再吃会儿，再吃会儿，我们让吃到糖了，现在先来，我都粘牙了，这糖，吃到糖了，我都粘牙了。大白兔吧？哦，对。我也是大白兔奶糖，我也是大白兔。大白兔它跟那个猪肉大葱包一块儿，哎呦那股味儿，味道啊，恶心。我这水果味儿，怪怪的黑暗料理，腻味了有点。嗯，那我们就不为难各位，不用硬吃，好不好？如果爱这个味道的，就多吃几个。很难爱的就不吃了，咱们那我们就来完成我们这个太矮了，这个龙腾华彩祝福的挑战，好不好？老火了，很恼火。老火，我跪着呗。哎。啊，露丝的麦有点问题是吗？怎么了？我们调整一下，来，没关系，露丝可以去调整一下。去哪里啊 ？OK 吗？可以哈。哦 ，OK 了 ，OK 了。好的。要麻了吗？好，那我们就这么坐着，是不是？哇，大家看这画面，真的，这才是一家过年了，过年了，过年英雄联盟，我也蹲不下来，小年夜的氛围。没有老师来一轮这个，哎，你们跪不下来吗？咋跪啊？只有我跪不下来吧？纵跪好了。哎，我这样侧着盘腿就好，大家都。好那个，好那个，这个叫什么？入乡随俗，来吧。那我们就来一波那个成语接龙，用“龙腾华彩”四个字儿，含这四个字儿的成语祝福，送给我们所有的召唤师们，好不好？华彩啊，龙腾华彩，带一个字就行呗。啊，带一个字，好不好？来，先从泽开始。我呀，带龙腾华彩，任意一个都行。然后到谁那儿接不下去了，我们就算他输了哈。他要把剩下饺子吃完，祝福呗，不就？啊，祝福好祝福。祝大家龙年大吉哦，龙年大吉，龙年大吉。露丝，华彩迎春。哦，华彩迎春，就一直拜不就好了吗？过年了，龙腾达福。龙腾达福，这是你编的吧？龙腾达福嘛，龙腾送福，敖瑞鹏，送达送达嘛，也合适，哎、也很合适。咋个回事？太尴尬了吧，你这个。我进来一个，那都写到面前都痛。龙啸九天，龙啸九天，龙啸九天啊、哦，就很帅的感觉啊。降龙十八掌传人，我还看错。林耀老师，龙腾虎跃。龙腾虎跃，哎，这个好，这个我认识。那再来一个，再来一轮，泽啊，这轮用那个刚刚没用过的，刚用龙了。还有哪个字？华彩吧，华或者彩，华，华彩，华彩，想不起来了，哥。华彩什么？祝大家那个有一个字就行了，不是有一个字就行啊？就有一个字，龙腾华彩，任意一个字，这四个字随便选一个字。我想不起来了，龙腾华彩，华龙华，刚开始华。祝大家雍雪华贵，龙飞凤舞。华雪华贵，华夫人龙飞凤舞的吗？没有吧？有啊，龙飞凤舞。我祝你新的一年龙飞凤舞。可以，谢谢露丝。你还有吗？龙飞凤舞。龙飞凤舞。嗯，来个。往下传了，解说完了，到你了。啊又给我了啊！龙达，哪有达呀？马没有达，敖瑞鹏没有达。龙腾华彩没有达。龙马，龙马精神。龙马精神可以啊，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们这个所有在工作中的小伙伴们潜龙勿用，哎呦，因为潜龙勿用是降龙十八掌里面的一招啊，就是降龙十八掌就梗过不了，抗龙对，潜龙勿用，潜龙勿用，林耀老师给我们压个走，我就希望大家在春节期间就是精彩纷呈吧。啊，精彩纷呈的一个新年啊！好，那我们就借各位来宾们的祝福，祝大家这个龙年所有在看直播的每一位龙年事业腾飞，赚大钱，发财！大家祝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哈，然后能够享受自己生活里面跟朋友欢聚的这种快乐，然后多多在我们的这个英雄联盟手游当中和朋友一起欢聚，感受快乐，继续给大家。哎，代言人是不是继续给大家发福利？继续给大家送一波好奖品吧。我们给大家这波送一个什么呢？来，啊，我们准备一波新年小年夜的福利，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上角的
抖音直播间的福袋当中点一点，发送新年露一手玩转小年夜的口令参与抽奖，我们会给大家抽取出三位幸运的玩家，获得我们赏金猎人厄运小姐的手办，祝大家好运姐哦，给大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是最开始的，待会儿我们还会有新的一轮的这个表演赛哈，我们来再来问问各位现场来宾，我们有特别在直播间里的弹幕当中收集了很多大家对各位想问的问题，我们一一来问一下哈。先问一下我们的露丝啊，这也是很多可露丽想问，怎么了？太难了。OK 子，OK 子，请问露丝啊，很多朋友都想来到峡谷跟你相遇，是有什么建议吗？建议就是如果你不小心碰到我，记得保护一下我，因为我是中路的，很脆，对，然后所以如果你碰到我，记得保护一下我，就像刚才几番都要死了，然后被保护到了，对，好，多多遇到峡谷遇到露丝，多多保护他哈。对，下面一个问题是弹幕问敖瑞鹏的，请问你心中觉得英雄联盟手游当中最有趣的英雄是什么？我觉得英雄联盟手游当中最有趣的英雄是奇墨。怎么说呢？就我觉得那种隐身，还有那种在草丛里面突然跳出去给别人一下那种，给别人可爱，我爱很可爱，特别符合我敖瑞鹏是吧？然后我还觉得就是以前也玩过端游，像佛爷哥我也很喜欢，还上了好像。对对对，如果后续手游有上线的话，我会多玩的。策划大大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呼声啊！好，下面问陈泽的问题了啊，这个问得很专业哈、啊，说在英雄联盟手游玩上路有什么样的建议？然后问我们陈泽什么时候给大家再现一个摇头天上路啊？上路玩蒙多吧，因为为啥？因为刚才我问林浩老师了，林浩老师告诉我蒙多这版本厉害，结果呢？结果被抓了，没办法，确实挺厉害的。那有什么时候机会给大家来再现一个？摇头天使，一会儿下把吧，我看看对面选啥，我看我能不能玩吧，有没有机会哈，好不好？我们期待一下我们泽的表现。手游也有天使。下面问我们的秋金哈，请问秋金，你觉得开黑带给你快乐更多，还是做饭吃饭给你快乐更多？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做饭都是给，就是给自己身边的人啊，给朋友啊，给家人做饭。我觉得开黑和给做饭。都是一种分享的快乐，所以我觉得他们两者之间的快乐是互通的所以说我觉得做饭的快乐和开黑的快乐都是在分享快乐，我觉得快乐必须得要分享才能更加快乐。哎呀，说得太好了，老黑老黑啊，小伙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得人多对，无论吃饭还是开黑，热闹啊，热闹哈，就很有新年的氛围。所以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反复的在介绍，这个除夕期间大家记得要登录我们英雄联盟手游啊，很多的福利，很多的惊喜。好，最后一个问题要问我们林耀，突然都开始仪态管理了起来。好，问一下我们林耀老师，想要问你，哎呀，也是很专业的，玩打野野区思路上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以及登顶国服需要几步？打野思路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打出时间差。我给的建议就是多看小地图，就一直看，然后多练。至于排位赛的话，我觉得就是强者恒强，唯手输。谢谢谢谢我们五位来宾今天跟弹幕的这波互动哈。那我们刚刚第一局的表现，我相信各位应该还没过瘾吧？是没过瘾，还有的，再来一把，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接下来这一把，我们要迎战的是一个由五位主播组成的全能高手队来对战我们的年夜饭队。他们分别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已经等待上场的纯子、南哥、YOLO、蔡芝芝和小淘气，所以要不要再来一个有气势？刚刚那口号大家没听到，再有没有有口号有气势的口号？好，年夜饭饭。哎，露丝喊年夜饭，然后所有人喊饭，好不好？好，饭就是有一种我饭这个队伍的那种感觉，好不好？我饭，就我们有范儿啊，我们哎呀，年夜有范儿哈，年夜饭，年夜饭，代言人帮我们喊一个，我们一起年夜饭饭。好，马上比赛开始，把时间再次交给我们主播伊利亚和十一，辛苦。哎呀，腰疼，腰疼。哎，谢谢杨洋老师又回来了，就是我们两个。Hello， 大家好，我十一。聊着聊着，这边也又进入到了 BB 环节啊。哇，我们看到第一首英雄是直接诺手
诺手这一把不太一样，两边是来了一个换边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年夜饭队凯尔英雄，然后也是上场了，上场了，开始摇头了。刚才陈泽不是说他俩玩这个英雄吗？嗯。那你刚刚也说十一提到的纯子刀妹，纯子刀妹来了，来了来了。而且我觉得最可爱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问到嘛，就是其实我们的瑞鹏就是老师他最喜欢的英雄，觉得特别的英雄什么？他说他觉得提莫，然后这一局就让他看到了提莫。我相信刚才可能我们的直播的小环节里面，可能也是主播们也在看哦。给你展示，你来吧，展示了。对的。啊，另外一边又是拉克斯。但上一把我觉得拉克斯的发挥就特别好，他每一个大老师再来一把，对，他每一个大都给对面压力好大呀。嗯。现在看一下后两手他们准备怎么选吧，因为现在明显能感觉到就是我们来自于我们的主播队，他们现在选的英雄至少我觉得刀妹这一手压力其实是拉满了。对的，然后其他几个位置的话，你像刀妹跟诺手，这整个团战的冲击能力也非常的强。嗯，主要是看一下这一局，我们露丝老师会不会还会选择安妮？哦，对哦，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第一局打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过吗？嗯，露丝两个招牌英雄，所以这局有没有可能拉克斯可能要换人用？对，哎。因为刚才那局的拉克斯其实是在走下路的，那这一局有可能换一个英雄然后给我们展示一把，但我觉得一会儿要看一下，毕竟他们英雄选出来之后我们才知道嘛。那完了呀，那我现在其实有点开始期待了，不，我有点担心秋金老师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第一把说实话他被追的也挺惨的，嗯，然后这一局你说万一露丝直接 C 一把直接产生对比了怎么整呢？对啊，怎么整呢？主要是在不同的位置上，然后同一个英雄，然后对，然后还是同一个队伍，但是问题不大吧？我觉得你看现在下一手想选 EZ 了，看 EZ 在这个版本又很强势，哎，还是老鼠，还是老鼠，那应该继续儿童来用。哇，说实在的，压力有点大，这又是刀妹又是永恩的话，感觉谁来保护小姐姐？我说我站远点儿。对，我感觉他压力好大呢。老牛，两边都是硬斧啊。嗯。可以，这把冲击力要比上一局看起来猛一些。哎，来了一手，应该是石头人辅助了。而且刀妹加永恩加诺手加石头人，呵呵，这个进团能力太吓人了。是的，是的，你现在看一下陈泽和陈泽说没老师的表情，就是他俩这个交流现在应该是就是陈泽说你别担心。别担心赵姐，一会儿我这个天使大招就是给你安排的。对，然后那个露丝说啊这样吧，他们这个行吗？就你这样做真的行吗？你这真的 OK 吗？现在是战术上来已经拉满了，你看他们在开会呢。嗯，那我觉得问题不大吧，因为刚才其实第一场比赛主要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盲僧还在，对吧？因为我觉得盲僧的带飞其实也非常的重要。确实这一把也要看一看，换了个边能不能带出来上马那种节奏。上马反正你说那龙啊、峡谷先锋啊，该拿的他全拿了，是，对吧？一点不含糊。而且我们看到赵美才她的这个皮肤水晶玫瑰，就是我作为女生啊，我觉得非常美。对，因为我手游女生最喜欢的皮肤就是水晶玫瑰的这一套，水晶玫瑰这一套，嗯，对，非常的好看且浪漫。是的。然后而且他在放技能的时候就一直会发光，而他那个笑其实挺像的啊，像代言人的，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像。好嘞，来了召唤师峡谷，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我们新年露一手玩转小年夜第二局比赛开始啦。来自我们的年夜饭队以及我们的全能高手队，对，蓝色方的全能高手队来自抖音的各路大神主播，然后对抗上我们红色方明星召唤师集齐的年夜饭队，看一下这局会打出什么样的火花吧。嗯，其实有些英雄我们最近就是可能在排位里面会见到一些，但其实我们在比赛里面还是挺少见到的，对吧？你比如说包括石头人，包括刀妹，对吧？诺手，然后包括提莫，其实见到还挺少的。对，所以今天其实挺开心的，因为平常看这种英雄比较少，完了这一次有进步。有进步，对，真的。就镜头切过来的时候没有倒，蘑菇吃不说。陈泽这一把要注意发育了，
然后切给中路的露丝。刚才比翼双刃纯子这边是先晕中了一个，纯子这个刀妹他比翼双刃晕的巨准。这局我只想说是要小心了。嗯，你只想说什么呢？这局我只想说，盲僧，请保护好你的上路。这局中上两路都需要你。对，盲僧说排个队，按顺序来。那还好，我觉得盲僧他上一局能看到他中路帮完忙之后直接去上路。但是他上一把舍弃了上路，他上一把是选择半区运营，我中方中下上路，你先自己玩一会儿。主要是这一局开局之前，我们林瑶老师就下了这笔账呢，说啊是我没有保护好上路，所以我的问题。这一局肯定是要好好帮忙了。然后我们就趁着前期发育期啊，也跟大家来同步一下。到了什么时间呢？到了我们放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我们将开启今晚的新一波福利放送。各位观看直播的召唤师只需要按照要求点击抖音直播间左上角参与福袋抽奖，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准备的礼物。我们将这一次还是一样啊，送出三台 iPad mini 6，拿着它让你在峡谷中畅享乐趣，更好上分。哇，又是一波非常强大福利。只要这些福利就是对于我们玩家来说，又是手机又是 pad， 然后就是所有都是最好的，都是让你玩的更开心的工具。对，那我觉得刚才我们在送福利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小意外。那个小意外就是赵一雪，对，因为他那个位置他在努力的在塔下的时候，然后不小心出现了一个一雪。那没事了，都两滴了，出现了一个小意外。来下路又收了一个。是的，是的，毕竟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高能，就是主播对他们的，其实就是全能高手对他们其实强度真的非常的高。那确实啊，前面就已经给大家打了预防针了，但是没想到这来的更加的猛烈啊！哎呀，哇 ，Yolo 直接来了一波月塔。压力给的有点大，而另外一边盲僧跟上去想收也没有能够收掉，提莫再拿两颗人头，哇，这一把直接上了一杠零大的强度啊！这四杠零开局其实也能感觉到吧，就是像我们刚才先说到的，其实这个主播们给到的我们的明星队伍的压力真的挺大的。天哪，这一把要看陈泽了，这把就看他能不能发挥起来了。陈泽这个时候应该，你看陈泽笑这么开心，陈泽就坐他旁边嘛，肯定在跟他说没关系。哥在上路发育的还可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我是个天使。我觉得还好吧，其实现在虽然说是一个四杠零的开局，但是毕竟资源还没刷新嘛，我就哎呦来上路了啊！一家人就是你知道吧，就要整整齐齐。确实，现在五个人都送了一颗人头出去，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数据上然后也整整齐齐，都是零杠一。那还好吧，我觉得要看一下他们就是资源团了，因为其实毕竟对面强度这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难免有点打不过嘛，因为对面确实操作强度很高，因为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玩家嘛。但是他们是厉害的玩家呀，对呀，他们是很厉害很有实力的玩家，每个人都是两把刷子啊。但是这里有个眼，哎，一楼大魔王和纯子在这里蹲，但其实对面是看得到的啊，不影响结果呀。甚至连这个开大的老牛都能啃掉，哇，伤害太高了。那这样的话，下路的防御塔没了。哎，看一下天气有没有机会在上路去拔一下上塔呢？看能不能换一座防御塔呀？但是诺手回来了，有点来不及。好，何止是拔塔呀，这塔碰都没碰到呢。天使前期清线速度没那么快，可惜呀。哎呀，被拽回来了，这一波被粘住了之后有点危险。快走，快走，快走！但是。哦，最后一段可以，嗯，保住了自己的小命。那现在主要是因为陈泽被打残的情况下，其实他们有点可能没有办法弄先锋了，看能不能有机会去换一下小龙吧。而现在已经七杠零了呀，嗯，这把前期的差距已经被打出来了，渐渐拉开，渐渐拉开。全能高手，对，不愧是我们的全能高手啊。对，主要是这四个字给了他们这个强度，就可想而知啊，年夜饭。现在双人路主要是走不过来，只能让王松一个人在那里去打龙了。但好在我觉得这条龙是被林耀收下来了。是，但另外一边先锋没了的话，好像直接往上半区去了。又是陈泽，陈泽被一个提莫绕后了，好惨。先锋放出来，那这个上塔
对于陈哥来说又没了，已经对上塔说再见了。而下路敖日鹏也在塔下艰难的被解决掉了。林耀主要过来最后想来了来了，优乐这波血量很低，露丝有没有机会？哎，有没有机会？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大招被扭掉了，大招还没转好，很急、哎、在扛塔。哦，可以，是攻下了红色方的第一颗人头，吹响了反击的号角。是的，而且我讲真的，其实他那个大招来的有一点点晚，其实大招没放之前他已经狙杀了。哇，直接两颗人头到手，这就是翻盘的火苗。是的，而且其实因为现在拿了两个人头之后，他的爆发伤号伤害其实是可以慢慢拉起来了。哎哎，还要上还要上，这波人很多。哎，晃到晃到了，但是有水银，看一下队友的伤害能不能跟上。但是这是一个刀妹，而且就还有盾扫到了刀妹。好，灵药卖的果断。是的，然后就只能说兄弟，我真得先走，不走的话我跟你一起留在这里。哇，看着只有上路剩了二塔的资格。嗯，那没办法，压力也是给到了呀。那因为刚才先锋毕竟放到他那路了，其实他就算想守塔其实也没有太大办法了。来来来来，好配合，二鹏在旁边给到关键的辅输出。嗯，而且你看这两个人都拿到，直接已经打的就非常舒服了，打得躺下了啊！而且镜头给到了现在需要带飞的两个人，这一把要看我们中上两路了。他看到了一个石头人，他直接来了个鲤鱼打挺。嗯，现在这一把认真起来了，大家表情都非常的严肃。现在11-3，比分在艰难的往回翻。不过他们现在毕竟守卫一条小龙嘛。被永恩给截胡了。现在看一下，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主播队这边其实他们现在第一是经济会有一些，第二是他们技能其实现在也比较全嘛。嗯，然后所以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年夜饭队来说，可能要想一下怎么去发育了。哎，可以，要倒人站起来了。另外一边中路有机会，老牛在里面靠出成吨的输出。另外一边老鼠没有被比生人晕到，反身一个光之瀑布进攻到两个人，又打一个反击，还有机会。耶，这波直接让我们主播队掉到了四个人头，那是有机会。二炮还有机会吗？一发两发来不及了。哎，但是可能还有后续，如果你敢回头的话要扛塔击杀吗？不行不行，对面的队友来了，得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哇、哦，石头人最后留着自己的大招克挡上去，把这个人都给收了，但是自己也被天使扇死了。陈泽有头了，不容易。而且看看有没有机会吧，我就在等一波兵线，是不是可以推推这座中路的防御塔？直接从11-0打到了13-8，这波整体局势好起来了一些。但是这个永恩风的军舰直接一追三，伤害还是不太够。这波锤的大招是帅的惊人。嗯，他把自己直接进去了，因为那个位置其实有防御塔的伤害嘛。嗯。哎，作业哦，不太行不太行，主要是刚才被召出来了。是的，本来二鹏想悄悄的过来，结果被发现了，原地逮捕，那没事了。哎，又来了，他又来了，他现在是一个人。但是刀妹一个漂亮的回身直接进了塔，再被盲僧跟了一脚，橙子刀妹。哇，这波杰是被盲僧踢到了塔下，被三个人围攻。但现在其实15-10的人头，而且经济差的也不是特别多的话，感觉我们现在年夜饭队是不是打回来了？只能说猛龙摆尾专治华丽胡哨。现在抓紧补一下自己的经济吧，我看见盲僧在疯狂的刷自己的野区，但是第二条小龙要刷新了，所以现在两边都在这里准备好来上一波应战。但是感觉凯尔应该不准备来了，他那个位置想去摸一下上路的防御塔了，诺手也去找他了。嗯，但是这边龙先拉脱，没有动下去。是的，帮助自己家的上路去拖延一些时间，感觉这一波我们年夜饭队的运营打得很赚啊。哎哎，大招开早了，快走这一波。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吧，因为自己其实已经该做的事情做到了，他其实拿到了上塔嘛。而且其实对于年夜饭队来说，其实第二条小龙有没有都问题不大的。而且呀，林耀过来帮陈泽报仇了。嗯，
兄弟，我来帮你啊。露丝这个血量看起来应该是被对面小越了一手啊，但还好，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把塔守住。而且你看，对位的经济发育上来说的话，其实，其实最大的就是发育点可能是在辅助的这个位置上。其实，所以对于年夜饭队来说，其实他们，而秋瑾老师这把玩的英雄比较肉嘛，嗯，就是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牌作用。对呀、啊，都围着 C 位，而且他就是在辅助的位置上，其实就问题不大嘛，对于一个团队来说，因为辅助确实也没有必要去太多的钱。嗯，哎，盲僧又抽掉一个人头，还在往前追。现在小淘气。自己，但是野区里头绕过来了一个纯子，纯子这个位置应该是被看到了，也不敢再往前走了。但双方都很谨慎啊，现在纯子一个人这样去拆塔的话，应该要会被包吧？没有被冲突，但是伤害够了。这一波打下来，拆了这个人头，而中路，哎呀，镜头一切回来。哎，没有能够保护得了陈泽，但是有机会反打了，而且现在只剩下一个诺手了，看看诺手怎么说。老鼠还在点，但是诺手走得太快了。嗯，这一波，而且毕竟有防御塔的保护，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年夜饭队是可以考虑去拆一下中塔的。冲起来了，先收一个，但是优洛切到了后排，宰掉了老鼠之后，回身还有一个盲僧在等他，不过盲僧好像没有什么胃口。是的，而且其实这波双方想要的东西都达到了。哎，这一波控制了，好准啊！真的。而光之束缚丢的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基本上都在中。嗯，而且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哎，这一波赶紧闪现交了。其实我说实在，露丝手真挺快的。你看，随手一丢，嗯，就是个真束缚，这个有效控制。对，因为其实其实他是因为队友的伤害没跟上嘛，但其实自己的那个控制打的其实挺足的。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有时候打比赛也会能看到，就是一个英雄他整体的控制时长嘛，我感觉这一局要真的算的话，其实我们赵美才的统计一下啊，对，赵美才的控制时长应该是拉满的。赵美才控制时长大龙刷新了，大龙刷新了。哎，盲僧小弟手上有一段位移，这一波应该是呀啊，被拿了个连续终结。嗯，但好在因为盲僧被击杀了之后，其实这 Timmer 也倒了，嗯，所以就动不了这条大龙了。两边就是换了一下打野的人头，都挺肥的啊，这打野。哇，而且经济还打平了这一波，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两边的经济。而且我发现我们这一届嘉宾都很诚实。嗯，要二峰前面说他最喜欢比较喜欢玩 Timo， 我问他为什么，因为说隐身的出来点那一下非常爽，然后你看他喜欢玩的英雄，嗯，四个老鼠对吧，一起成功。是的。哎呀，陈德呀，就是感觉陈德其实我这一局至少没有上局难受吧，就这局他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但是死的次数跟上一局差不多，但是他就是显然跟上一局不像上一局那么难受，体验比上一局好。对的对的，因为上一局只盯着他打，这一局是无差别。而且上一局因为他是个纯肉嘛，就他是干肉，他又可能伤害又拉不起来。而且上一局因为灵药过得很顺，但是这一局相比之下就没那么顺了，所以说自己的大腿没那么粗的情况之下，每个人都要 carry。 嗯，而且因为灵药其实面对的毕竟是对面五个主播呀，是的，然后所以他跟每个人其实就是在对着操作的时候，其实强度都很高，感受到了。小龙刷还有半分钟刷新了，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我们年夜饭队现在兵线的压力挺大的，经济上差的不多，人头上差的不多，但是场面上就感觉每一次都是，就对面每个人给的压力都很大。嗯，现在在顶着压力前行，但是这波压力确实是顶住了。看露丝能不能抽个奖。哎，顶起来！这波有机会先杀一个。先宰了一手刀妹，剩下这个诺手在旁边转来转去，没有办法上。陈德现在围着一圈人也站起来了。是的，看一下永恩的那个位置，但也没有太多的说法。这波伤光伤害够了，陈德拿下这个人头了之后，直接套着天然大招越塔，剩下一个优洛在塔下，虽然勉强换掉了一个，但是只能开金身来拖延时间，根本拖不太住啊！起身之后再被陈德一下闪死，野区里还剩下 Timo。是的，而且这样的话，你看下路的防御塔其实被小兵就拆掉了，而且中路。二鹏也在塔，
这一波团战说实在的真的我觉得提莫想做点事情但是没那么容易一脚踢出去林耀配合着露丝直接把这个想要过来截胡的提莫给宰掉了是的我觉得这一波下路打回来的这一波团战就是真的我们赵美才的作用真的非常大因为你能感觉到就第一是他先收掉了一个人第二是他第二波的控制和大其实是拉满了的嗯然后现在经济也反超了人头也多了一个嗯虽然还不能说完全奠定了优势但显然他们现在已经打得比刚才舒服了好打多了好打多了刚才感觉看上去都不知道咋赢但关键是把刀妹秒了哇你看一下镜头里的露丝已经打得自己开始眨眨眼睛认真一点因为我记得刚才第一局打完的时候他说自己被炮轰了对他说我头发是被炮轰了吧对哎我们看现在红色方现在勾龙哎打着一个视野但是动手虽然快来了不过来不及了就算他这也来不及了灯下黑很快16分5多秒直接把这个大龙 buff 握在手里啊那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把经济继续拉开了直接一波往前推进哇这一波我说实在这个角色一会儿要问一下到底是谁哎这个角色做的太漂亮了对因为一直以来压力都特别大然后在找平经济的之后竟然选择了一波偷大龙这对于我们的蓝色方来说真的压力太大了提莫只能在这儿先摆蘑菇阵能拖几个是几个但是下一波兵线又来了但你不得不说啊我们现在其实年年犯罪他们现在五人抱团来对中路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就是我上下两路可以不推而且 buff 的兵线也一直在攻击防御塔但一整个就是很被动咱们就是说非常的被动塔已经只剩一半血了下一波兵线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到然后而且主要最重要一点就是龙要刷新了对吧那还是要过来拿因为现在这个远古龙一波就可以决胜负了但是天使怎么直接在后排宰了一个哇也虽然也被换掉了但是换掉的对面的是一个 Timo 非常肥的一个点永恩分身决战但是空掉了之后反身被盲僧一脚再加上老子的一把普通收掉了还在继续往前杀石头人也倒那这样的话好像不在话下了因为刀妹也不在了虽然反身劈死了一个但是剩下的三个人直接把他逼回了基地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讲直接推也行他们没有选择直接推而是去拿远古龙因为远古龙拿到之后他们可能对于他们一波来说更有利那他们选择了稳的那一条路是的决定先把远古龙拿到手再开启最后的一波啊现在对于诺手来说有点难受呀南哥只能看着他们去打因为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拼宠的南哥说那我离近点看吧但是太近了不太好啊好在有一点是灵药现在也不在看有没有机会吧哎呦斩死一个、看一下远古龙哇想到了震惊哇、好难受啊难顶啊难顶啊我觉得刚刚那个人大的露丝直接哎直接躺下顶不住了又被泡沫了哇我觉得刚刚那个位置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盲僧不在他如果在的话其实有点可惜啊嗯因为他是因为被击杀了嘛如果他是活着的情况下其实这条龙就是稳的嗯嗯但没想到诺手这波还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另外一边带着远古龙的 buff 直接往前推进看起来也确实是有点难以顶得住了呀哇毕竟基地已经在遭受苦难了下路也已经推了上来现在是两路完全告破的状态对只有上路的二塔和高地塔是在的但是好在吧我觉得这一波其实我们年夜饭队已经全员复活了他们还可以重新整装待发看有没有再找一下其他的机会因为经济其实是没拉开的嗯而且 buff 的持续时间也快到了嗯看能不能把 buff 给就是拖过去了之后的这段时间尝试着打一波好团现在应该也就只有这一种解法但是现在其实他们也不太敢碰啊第一次就是 buff 时间还在嘛然后第二点是现在主要大龙刷新了如果说我们主播队这边就是真的要去打大龙的话真的双龙会了那就有点夸张半分钟的时间反正够打了嗯
看一下都在大龙这里。赵美才有没有机会自运用大招拉克斯抢龙？哎，有没有机会？因为拉克斯抢龙的这种就是画面其实在比赛里面都经常看到。是的，就是但是对面还没打，追一首梦想，没时间了，爸爸要过去了。嗯，可以。那这样的话又开始重新规划一下。哎，控脑，但是队友的伤害没有跟到，这个确实也太远了点。是的，现在想抽的是好奖。对，我觉得每一次就他的那个控制技能真的是拉满了，就像他的边边总是能甩到。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拉克斯的就是要求还是挺高的，你一定得足够熟练。嗯，而且还有一点，主要你对面面对的是高强度的对手，其实他们就本身去躲技能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嗯，就是你要看你的对手是谁嘛，对吧？你打黄金局和你打就是大势局，它显然是不同的，对不对？黄森过来探一下，看看对方有没有在打，因为没视野。看完之后感觉对方也没有在动，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就是蓝色方来说，他们其实就算自己现在其实蛮有优势的，他们也不没有必要去动这个大龙嘛。嗯，是吧，可以等就是你们着急了过来看的时候，然后我们再选择去给你们打团，就是一些就是视野上的一个压制了。紧张啊，22分钟了，这比刚才那一局时间长了不知道多少啊。长了非常长了，10分钟吧，因为刚刚那局就是13分半，对，13分半就结束了。嗯，这一把两边都是煞费苦心打到这个时间，极限拉扯，人头比28比28，经济也几乎持平。哇，好，看看这个时间点，你走了，OK， 你走了我就下来打。王松在动了，但是视野暂时是没看见的。赵伟才在往后靠，对，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但是来不及了，又偷掉了。六，哇，那这样的话，哎，感觉过了，别过了，得赶紧往后面走。但是这边顶起来了，石头人直接是破的，开启团战。舵手看准时机从特意杀过来，被盲僧一脚直接踢为了盲僧线，拖的大上来了。这波得往后拉了吧？还要继续打吗？感觉陈泽，哎，反正可能感觉有机会啊。反正先往后面去拉一点身位。老鼠站起来，老鼠站起来了，还在配合着盲僧不断的去打。提莫交出自己的闪现往后面走，但是盲僧跟进了之后，直接最后一下凭借隽永的是转了一下，转死了。而陈泽在中路也是成功的 solo 掉了 Yolo， 哇，这波迎接来了实在是太帅了。我只能说这一局又就是我们又看到了老鼠和盲松两个人，他们两个打出了最好的 combo。 嗯，直接给颁一个最佳开黑奖。而伴随着这一波的团战胜利，也是可以带着兵线直接两个人连敖瑞鹏推下基地拿下胜利年夜饭。手机能撂下了吧？让我们说出我们的口号：年夜饭队饭。哇，这一把真的时间有点久啊，但是非常的精彩。来，我们因为我们的年夜饭马上就要开饭了，所以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安秋金老师帮我们先去准备一下，是不是？好好好，还有大菜要给大菜大菜啊！那你一个人能完成吗？我需要几帮手。那你选一个，选几个帮手去帮你。就是我泽。瑞鹏，然后林耀，我们都一起去。除了代言人，你都要带走。我看人不行。代言人要先歇会。好，好，先来吧。谢谢。那我们让秋天去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去准备一波福利哈。哇，露丝来，坑出来，分享一下刚刚这波第二局的感受。第二局的感受就是拉克斯还要练，而且还得练。本命英雄哈，还要继续加油。看到。弹幕都在说赵露思是用脸在打游戏，因为整个表情非常的精彩，大家看的是不是也非常过瘾？表情控制很差，然后一直在挠头发，就是抓着挠腮的，因为就是好感觉那个拉克斯有点手生啊。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春节期间利用假期，包括露丝有机会都能够多来我们的这个对，就是要多玩英雄联盟手游，就多练，然后就会好一点。那小伙伴去准备那个年夜饭了，你是不是要作为代言人继续给大家发福利不停？没错。这一把呢，刚刚我们其实在游戏过程中已经给大家发了这个 iPad mini 6哈，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幸抽中我们的福袋也好，记得要我们会在30个工作日内把这些奖品给大家发出，因为临近年关了哈。对，那这一波有什么福利要给大家再加的？能不能加送一波皮肤？
啊，官方能不能帮我们加送一波皮肤？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走个人账户。哎呦，哎，给我们今天所有在线的小伙伴们。好的，那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这一把呢，因为露丝都有点发话了，我们给大家加一波新的我们的春晖众神系列皮肤全套10个，好吧？放到我们福袋的这个新年皮肤贺卡当中来。然后大家可以准备一下，点击我们左上角抖音直播间的福袋，然后会发送新年露一手玩转小年夜的口令，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春晖众神系列的全套皮肤呢放到里面，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这份福气和福利哈。好的，然后大家如果在评论区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露丝来表达的，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趁那个秋金和小伙伴们在准备年夜饭，我们让露丝来回答一下弹幕好不好？好哦，来来，首先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露丝说的。有宝宝要问露丝说，分享一下新年的规划和自己对龙年的一个憧憬。新年呢，其实没有规划，因为就是在剧组拍戏，一直在拍戏。对，然后现在今天大家都来到横店了，五湖四海会到横店。对，来横店打游戏。然后我新年的话，如果能有，就是能有休息的时候，我肯定是想在峡谷上分的啊。然后我的拉克斯还要好好练练，我希望对拉克斯能超过我的安妮。希望大家有机会在峡谷遇到露丝。所以你的，如果你遇到我的话，那你可算是踢到棉花了。所以你是在这个横店过年了吗？准备？对对。哇，我已经很多年在横店。是的，所以一边就是专注自己的事业，然后一边也会有时间，大家如果需要放松调剂的时候，我相信每个我们的召唤师都是一样哈，可以通过英雄联盟手游来放松。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露丝啊，这个其实刚刚也回答过哈，就是如果峡谷遇到你，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的？哎，可以问一下你平时有大概什么时间段有可能会有机会上线吗？啊，我觉得我一般都会收工之后啊，因为我一般泡脚的时候会有一点时间会玩。哎呦，这么养生呢？嗯，我每天会泡脚。哇，对，然后泡脚的时候可能会玩一下，可以玩一把，所以大概在11-12点左右吧。好，然后前段时间有几次是在凌晨2-3点左右，我发现10点钟到凌晨2点钟这段时间是非常难上分的，因为这会儿好像大家都休息了。但反而早上是很容易上班，但早上要开工又没办法。对，早上没办法。好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福利可以，哎，我们用那个家乡话四川话、安利一下我们英雄联盟手游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刷我们英雄联盟手游，一起来刷，一起来刷，一起来刷。过年的时候大家就是一起刷，很安逸。很安逸，应该巴适的很，巴适的很啊，巴适的很，太好了。那我们再次给大家加一波新年的福袋哈。今天这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上一波福袋，是龙年新春啊、这个舞狮破罗的抱枕，总共有20个，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然后可能有一点点延时，大家可以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20个幸运的抱枕放到福袋里面给大家送出。然后刚刚我们这个安卓客户端也有一个福利，是不是？我们导播辛苦给我一下这个福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卓客户端的宝宝们听清楚了，安卓用户呢可以通过下载我们的英雄联盟手游的云游小包来下载我们完整的客户端，还可以领取我们电竞赛事的专属好礼，那即刻也会送出我们英雄抽皮肤的宝箱，祝大家都有好运。然后哎呀，怎么帮不上忙了，魏鹏？帮不上忙，他太专业了，把你给支回来了。他太专业了，没办法。我们现在秋金老师正在带领我们的小伙伴继续给大家送这啊、准备这个年夜饭。那这样吧，我们让瑞鹏跟露丝帮我们来开面前的这个今天的惊喜大礼。好喂，今天有一个超级大的礼盒。超级惊喜大礼是什么嘞？这个一会儿也会放到福袋里哦，看看里面包含什么，是今天的最 top 的一个最 top 的一个福利哦。来，露丝来打开吧。江江，我打开了。不是，我给你福利。江江，哇！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福利包含有 iPad mini 6一台，华为 Mate 60 Pro 手机一台，然后还有哇，这个要露丝代言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谁的签名照啊？好像是我的。巧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露丝？这个是我签名照。
想要的话可以。哦，还有就是新皮肤的卡。新皮肤，哎，刚刚我们一直给大家介绍的，我们这个龙年的龙腾华彩新皮肤，对，全套哦，这个也只有在这个环节才能够一次性拥有全套七个全新的皮肤龙腾华彩，所以待会儿想要的话准备一下，然后包含露丝，哎，签名照搁哪儿去了？不知道，哎，怎么能把签名照？签名照哪有那个皮肤好啊？都很好。然后还有，哎，瑞鹏帮我拿一下，里边还有一套哈，还有一套是我们的这个英雄联盟手游和我们的龙年新春邮政纪念礼盒一整盒，所以桌面上全部，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准备一下你的手气，新年露一手，好运你都要，好不好？祝大家能够把这个全年份的礼盒带回家，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龙腾华彩的皮肤一起给大家抽出去哈，一会儿会不会放到左上角的福袋？好，泽怎么了？泽还没有好是不是？那我们再等一会儿哈，马上就会给大家来开饭。那正好有这个时间，是的，我们来回顾一下露丝今年在那个跨年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啊！哎呀，那个太出圈了，抖音都刷爆了。你知道是哪个吗？自己有没有看回放？那个吧，啊，哪个？是不是跟我偶像合作的？一家三口的画面，太可爱了哈！哎，自己看回放感觉怎么样？点评一下自己的，要全是爱，对不对？对，然后大家说凤凰传奇，说对，说我有点太嗨了，其实是那天是真的挺嗨的，嗯，就是真的没忍住，因为一直很喜欢凤凰传奇老师嘛，哎，从好多年前第一次跟他们。合拍视频，然后开始，然后就一直很爱，然后所以这一次就觉得很开心，圆梦追星成功了，追星成功，那要不要给我们抖音直播间宝宝唱两句？好，来，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耶，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一个承诺，我害怕失望，也害怕欺骗，更害怕一个人，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凋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呜呼！哇哦！哎，我们这个是临时 Q 的，完全没有提词。哎呀，对，就全下来了，全下来了。深深入对。哦，这边有人。说到底为什么？有、哦、有，哎，瑞鹏应该是你、啊。是我的错。哦，有。饭好了，吃饭去吧。哦，好耶！谢谢泽，饭好了，泽来喊我们吃饭了。谢谢露丝的精彩，给大家一个小礼物哈。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秋瑾老师准备了什么样的新年的年夜饭。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哇，好香啊，这个啊，还在准备当中，我们先来看看，来，露丝，你看看桌面上这个菜，给大家镜头前宝宝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一大锅的饺子。饺子。是的。那个是啥呀？这个是牛肉段吧？你怎么认识？东北菜你咋认识？我超爱吃东北。那让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菜。牛肉段，我最爱吃的其实是锅包肉。我以为你不认识呢。锅包肉，这叫什么？这个专业的叫法，溜肉段吧，这叫溜肉段啊，溜肉段，溜肉段啊，溜肉段。我还爱吃蘸酱菜，那都是东北菜，咋了？我好想吃哦！哎，你们平时就是新年的时候，比如说年夜饭，最期待哪道菜？每个人说一个，好吧？林耀老师，湖南的，你比较期待什么菜？我们那边的话就是腊鱼腊肉吧。啊？腊鱼腊肉，腊鱼腊肉啊，自己家做的那种哈，腊肉对，就自己家做的，自己家做的，对。我就是期待一些辣的菜，一些炒的那种。啊，重庆的也是哈，辣的炒菜哈。露丝，期待什么？我都有点期待。但是是不是在横店就不太能吃到家乡的味道了？对。那么经典的辣菜哈，泽，那个肘子，嗯啊，肘子，肘子啊，嗯，没吃过肘子吗？姐，没有。啊，你没吃过肘子？没吃过东北的肘子。你搂过席吗？搂什么叫搂过席啊？搂过搂席，啥叫搂席啊？搂席就是假如说谁家结婚吃席啊，对，结婚了那种搂席必须东北有肘子哦，没有吃过，我最乐吃肘子皮，嗯，所以我们秋瑾还要多久啊？什么怎么说？啥意思？出什么问题了？哦。OK OK， 好，那我们那秋瑾老师得回来给大家 say 个拜拜吧，是不是？那我们让秋瑾老师跟大家挥个，哎，来了来了来了，秋瑾老师来了，
对，我们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哎哦。然后我们邱静老师带上他，能吃能吃。然后一会儿直播结束，我们就现场来分享。感觉他是真的很认真。烫手烫手，快！哇，谢谢谢谢、啊。烫手，这个是宫保鸡丁，介绍一下。宫保鸡丁，宫保鸡丁，这个什么手打的了？这是什么鱼来着？这个是就是孔雀开屏鱼啊。就是无鱼不成席嘛，咱们这个年夜饭，年夜饭，年年有鱼，有一条鱼、但是这个鱼呢，它首先要长得好看，二呢，它就寓意又好，是的，啊，三呢又简单啊，然后这个是宫保鸡丁呢，因为成都人露丝就是，哦，哇，有心了，谢谢我们邱静老师跟。是说这个菜好像应该是四川菜，就是川菜版本的宫保鸡丁，对，我们吃很多宫保鸡丁，但是这个是荔枝味型的宫保鸡丁，就是它。哦，真的吗？啊。太棒了，那我们露丝作为回馈，我们给大家给包括在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这个宝宝们来一段福音，好吧，送一段福音，然后我们就开始分享年夜饭。好，那在这里呢要祝大家新的一年爱意满满，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陪伴在身边的所有人，都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有爱相伴，新的一年峡谷里面多多上分，让我们一起团结起来。哟吼！谢谢露丝的祝福。然后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二月九号除夕夜的时候，记得来到我们英雄联盟手游，人人都能领史诗皮肤。然后我们还有新的这个龙年的龙腾华彩皮肤已经马上要上线了，大家可以一起来 get 龙年限定的新皮肤。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谢谢我们五位我们的年夜饭小团队，大家谢谢老师，那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年夜饭了，好不好？跟大家拜拜啦！拜拜拜拜，龙年大吉，拜拜，龙腾华彩 ，OK 了，拜拜。